谢谢你回来了，吃点水果吧。不吃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的也没有错。丁俊聪，你有房间干嘛？我让你进来的吗？你没锁门，我就自己进来了。你看我日记本啊？我没有。那拿我日记干嘛？我没有看。没看。 哎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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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女儿吗？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我天天我容易吗？我伺候你们吃，伺候你们穿的。你是个大孩子，你不能让着点弟弟吗？哎、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跟他争什么呀？行了行了行了，都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，啊，行行，你也别生气了，你先回屋啊。对了，这个你妈给你找着了。我要是再发现谁上学没有带校牌，就给我直接回家。不可以哭。